大家还好吗？好。是第一次来铁花村看表演吗？对，不是。喜欢这个地方吗？喜欢。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个地方。这，我都开几场吗？你都会来吗？好，开了。很会讲。这么有杀力。明天吗？好。明天。好，我们先这个跳开这个话题，毕竟对今天这个对时间这个好，那很开心这可以在铁花村台东看到大家，然后这是2023的春巡的最后一站 ，Yeah， 呜呼，这个今天可以来到现场，可以说都是这个抢票的能手啊，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包括阿基也是自己想到票来台上。同样，我们这个每一年都有这个春巡，就是想利用这个表演，然后这些歌单，哦，来带给大家这样一个四季如春的这样的一个气氛。哦，这今年才刚过了这个三分之一，希望接下来的这个六分之四，大概是这八分之这个啊这个四八分之啊算了，好。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这个利用，好，这个几分之几？三十分之二十。好，下一首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很适合在台东这样子这个的夜里演唱。因为这个确诊会有一些脑雾，所以我最近演唱都需要准备一些这个上面有印一些字的纸。来了。知道谁在我梦中歌唱，绕过了
街角美丽的空旷，是不是你在说谎？也许只有夜来香。绕过了街角美丽的空旷，是不是你在说谎？也许只有夜来香，可昨天我们从台北一路开车过来的路上，每一个地方都在下雨，然后包括台东也是，然后但今天这上天非常伤烈的，啊，现在有雨吗？没有。有吗？那这个算是这个他帮大家的脸上保湿这样。那好，我觉得这样天气还蛮适合唱另一首歌的，老师。